简嘉琪嘅乌龟翻转开始。大家好，我系简嘉琪。我今日讲嘅故事。声大声大。翻转了，有一日。哇！我喺屋企做功课。救我啊！救我！嗯。哎呀！我听到哭声，唔系，我在床下底。我喺床下底听到喊声。系。救命啊！喺床下底听到，真系搞笑。我喺唔系，所以我就把佢执起拎得。啊哈！我帮佢。最后是最后我摆翻去落水，这个故事大声啲，这个故事是很重要的。 OK， 唔该晒。 OK， good。